大陆美洲妈祖来台顺安廖敬信上烧钱拜拜求平安。妈祖乱叫四号下晡嘛来到和美堂圣宫，短短三十分钟是去因上千名信众参悟献花。来了，美洲妈祖来台顺安，四号下晡抵达和美堂圣宫主驾，上千名信众到现场迎驾膜拜祈求平安。各位信众哦，非常感谢啊！大家信众热烈的欢迎，咱美洲妈祖啊，这摆啊难得的机会来到阮唐圣宫啊，大家来参拜啊，能会当庇佑大家安尼大赚钱，身体健康啊，嘛非常感谢哦！今仔日国友宫的这顶头来赞助，就是这个第一就是感谢咱和美顶番茄里的八卦果，啊，搁咱中华。啊，中华南苗疆哦，赵家队，啊，个镇南疆，而且个前，迄个前李干甲顺龙的大将军，啊，甲咱本即个本镇和美镇，迄中卫里福卫疆，啊，诶，即大古镇，咱来甲咱赞助。美洲妈祖祖庙董事长林金榜先到唐圣宫确认妈祖入庙的路线，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不是这边，这边进不来。国际民意代表甲地方人士甲上千名信众虔诚等候美洲妈祖乱叫的来到。美洲妈祖刚才主驾三十分钟，团拜仪式了后，信众把握参拜时间，祈求平安顺利。大众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